这边已经煮好的，那边是还没弄好的。对呀、啊，我看他切东西，我真好笑了。你再切艺术品啊！不是讲那个辣椒要洗，你有洗吗？我洗了。怎么洗？刚才？用手。他有洗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怎么切？切完才洗啊。要用洗碗机啊？你试试看哦。OK。我叫你拿小辣椒，把辣椒子拿出来，我没有叫你切成段。老师在讲话，你有没有听的？有听的，不是这样吗？这样。为了惩罚你，睡下去。我他连开火都有问题，这他连开火都有问题。不是这样子，啊，不是这样，不是炒蛋吗？哎，问你，要秀那味道怎么秀？真的不错嘞，不错嘞。要怎么秀啊？这种就不是主厨啊，要这样子的。是。